其中，我们是也是一个艺术家李翔，李翔是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总策划。那么从这个展览的前前后后，李翔啊，就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，在这里面我也表示感谢啊。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这幅作品的题名，这个题名呢是我们扬州著名的画家刘玉海先生啊，刘老师。给陈星专门做的一个画展的题名，那么这里也一并的感谢。那么陈星的这个展览，如果说有大家有这个印象啊，还记得陈星在几年前的第一次的展览。好，谢谢这个孔教授。另外我们大家不能忽略的是，就是陈星的成长，他的每一点每一滴是离不开他的父母对他的爱啊，还有对他的所有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帮助。那么我们觉得也有必要，就是请陈星的父母当中的，好，请陈星的爸爸啊。这个好像是这么回归，改。哦，这个我好像来查实一下。对，沈房查实在这里。这要不走旁边走边。做出来的，这个这一点来讲呢，作为一个父母来讲呢，我们都是这个中国人呐、能有做到这一点不简单，真不简单。你想想看，保密的陈浩确定他的姓，他的当然说陈浩跟保密有一定的紧系，这个是事实的呀。但是他培养了大家，要这个精力来做这件事情，我很感动，这是我感动的地方。第二点感动呢，因为陈浩呢，对这个小孩呢，就是成绩呢比较好，这个小孩学业有一点障碍，但是来讲呢，他得到很多的老师同意的帮助。你们像沈宏同学，像李翔，这帮人呢对他的关心爱护，再加上他到了大学以后来讲嘛，有一帮老师呢来教他，所以他呢，也是他取得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这一点我讲的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陈星本人的天赋。刚才好像有人讲了，你瞒着门关的人，他总闯。但是每个人呢、特别是这个人的这个大脑啊，我也不懂理想。他在这一方面，他有他的天赋，他这个天赋很厉害。那个很铁骨啊，就是他在这个艺术的铁骨，绘画的铁骨，他是一般人，我们在座的五个人，他说呢，你画的好了，他画的好了，他怎么样了？他这一点来讲很厉害。我曾经也，我因为我名字，我对他的艺术很感动。我曾经也走过一次，看过一次博物馆，我每次都到法国的蓬皮杜也去看过。